男人叫做老高，时运不济的他花了大把钱才娶回来的娇妻，第二天就变成了葬礼。在妻子的葬礼上，老高悲痛欲绝，可就在他回头之际，正好看到一位美女，于是老高就对旁边的手下说道，自己晚上要和刚刚过去的那位美女拜堂成亲。而旁边围观的人们看到老高后，全都指指点点，并且还说道，老高的威武不减当年，就连青楼的头牌都熬不住他一夜，可见他的功夫不一般。老高的小娇妻叫做萧魂玉，她可是在镇子上有名的四大天王之一，可是在新婚夜却离奇死亡，让很多男人都感觉太可惜了。老高家底丰厚，于是就给阿玉陪葬了许多稀世珍宝，而脖子上的珍珠项链更是价值连城，据说这条珍珠项链曾经是太后慈禧所戴过的，几经辗转才落到老高的手中。这个男人叫做大眼，他是一名盗墓贼，虽然他嘴上对好友们说着不再做这一行，可是他的心里却早已经惦记上那串珍珠项链。就在这天晚上，车夫二毛正在拉车的时候，突然被一个女人给叫住了。在看到女人的样貌后，二毛异常吃惊，原来这个女人的样貌竟然和阿玉长得一模一样。女人说自己是阿玉的同胞妹妹，所以长得相像了一些。二毛听闻，这才把心放进肚子里，随后二毛就拉着阿玉前去。可是二毛没想到的是，他的车子越拉越偏，最后竟然来到荒郊野外。到了目的地后，女人说自己忘记带钱，于是就把脖子上的珍珠项链摘了下来当作车费。可是二毛感觉太过贵重，于是就想要把项链还给女人，可就在这时，女人却突然消失不见了。在好奇心的作祟下，二毛就拉着车子上前查看，不成想这里竟然是阿玉的墓地。看到墓碑上的照片后，二毛有些发懵，紧接着拔腿就跑。可就在这时，突然一阵狂风正好将一串瓶子挂在车子上，由于太过慌张，二毛就把瓶子发出来的声音当成了脚步声，他还以为是阿玉前来找自己呢，随即又加快脚步，一路狂奔到家。回来后，二毛直接瘫在床上，阿花在看到他的样子后赶紧上前来查看，正好看到二毛手中的珍珠项链，阿花拿起来就开始在自己的身上比来比去。可没多久，阿花又露出嫌弃的眼神，因为他感觉这串珍珠项链肯定是假货。接着他就对二毛说道，我才不喜欢这种假货呢，那些有钱的富家太太们就算戴串假的也是真的，就算我戴串真的，到时也会被人说成是假的，更何况它本身就是一串假的呢。二毛听到他的话却不这样感觉，因为这串项链是阿玉的妹妹给自己的，说不准这就是陪葬的那串。听到二毛的话，阿花把项链放在鼻子上闻了闻，果然有阿玉身上的味道。隔天，二毛就拿着项链来到当铺，掌柜的子子细细看了一番后，就让二毛开个价。可是二毛根本就不知道价格，于是他就伸出一根手指头，掌柜的一看，直接就喊道，烂东珠一串，当1000块大洋。听到掌柜的话，二毛就不愿意了，这明明就是一串上等东珠，你却说是烂的，你这不是摆明了坑人吗？接着拿起珍珠项链就走了。随后，二毛又来到一家当铺，老板看到这珠子后，就开始报价。老板说，如果我卖给你，就是3500，如果你卖给我就是1600。听到他的话，二毛肯定是不乐意了，拿着项链就出门离开。可是二毛并不知道，阿玉压根就没有妹妹，而他那天晚上遇到的正是阿玉的鬼魂。在这天晚上，二毛子再次遇到阿玉，这一次阿玉让他把自己拉到河边。到了目的地后，阿玉再次说自己没有钱，就拿这串项链来相抵吧。二毛见状，赶紧在兜里拿出另一条项链还给阿玉，并且还说道，这两次的车钱就当我请你坐了。阿玉看到忠厚的二毛，于是就说道，咱们去赌场吧，以前我父亲开过赌场，自己也知道里面的门道，保证他能赢得盆满钵满。就这样，二毛听了阿玉的话来到赌场，二毛把自己的黄包车换了20块大洋，然后两人就开始赌了起来。只见阿玉轻轻一抬手指，就让二毛前去下注，并且还告诉他全都押上。二毛一听有些诧异，接着阿玉又说道，你是想玩呢还是想赢呢？听到这话，二毛直接全部押上，这一把二毛果然赢了。就这样，二毛在赌场赢了许多钱。之后阿玉又告诉二毛，钱财全都是身外之物，生不带来死不带去，赌钱完全就是图个乐呵，千万不能把它当成正经营生。听到阿玉的话，二毛头都不抬，满嘴答应。可就在二毛想要问阿玉什么时候再去时，却发现阿玉早就消失不见了。这个男人的胆子真的很大，他竟然在深更半夜掘坟盗墓。男人扒开木砖，打开棺盖，突然发现里面早已死去的女人却面色栩栩如生。随后男人就对着女尸来了2巴掌，这样做是为了防止她诈尸，看到女尸没什么反应，接着男人就用绳子套住女尸的脖子，然后将她拉了起来。在看到女尸身上的珍珠项链后，
两只眼睛立马就直了。可是男人拿到珠宝后，他却动了歪心思，竟然对女尸产生了非分之想。就在他准备要拿下配偶权的时候，女尸突然睁开眼睛，大眼顿时就吓得慌不择路的逃跑。可是他刚刚跑到墓道口就被绳子绊倒，大眼见状赶忙把绳子砍断，跑出了墓穴。而阿玉怎么会放过这个闯进自己家的人，在后面穷追不舍，最终大眼被阿玉给活活的累死了。隔天阿玉墓穴被盗的事情就传遍整个大街小巷，于是老高就来到警局报案。警察局长就问到老高，全都是丢了一些什么东西啊？老高听闻就说道，就连人都不见了。在当铺老板指认下，二毛曾经拿着那串项链来到当铺问价，所以他肯定跟这件事情脱不了关系，看到他们认定是自己做的，于是二毛就带着警察来到昨晚的赌场。可来到后，那辆黄包车早已经成为一堆废铁，而这个地方早已经破败不堪，荒废多年，不敢相信的二毛随即又来到楼上，可是楼上的情景一样破败不堪。此时的二毛非常不解，自己昨晚还在这里赌钱，怎么一夜间就变成了这样呢？听到二毛的话，一名警察就说道，看来你撞上不干净的东西了。看到警察不相信自己的话，二毛就说道，我昨晚在这里赢了1600块，难道那些钱全都是假的吗？回来后让二毛万万没想到的是，所有的大洋放进水中竟然全都飘了起来，而那些纸币也全都是天地银行通用的。就这样，二毛被关进精神病院，并且每天都还和自己的病友吹嘘，钱财乃身外之物，生不带来，死不带去，电影到此全部结束。